让我们来赞美耶稣，相信今天早上天门要敞开，神的荣耀要降下， Amen。 扬起我们的声音，举起我们的手，拍手赞美耶稣，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来敬拜耶稣，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
再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宣告，我们的神的国度是永不动摇的国度，神掌权，用永不动摇的信心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是的，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我心中所有
是我们的神，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你手中，主，我们就是坚定的依靠你，仰望你，渴慕你。哈利路亚。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
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注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可想你，因为你是我一生所爱，带领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一起对他来唱。Thank you.
释放我，圣灵来充满我，好让我一生能单单为你活。开我耳，听见你的声音。Thank you.
主，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重新的对你说，你是我们这一生唯一所爱。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你牺牲的爱，无比的爱，再一次充满浇灌我们，也让我们因着你的爱回转归向你。主，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借着渴慕你、爱你的话语，来跟你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主，新的一年开始，也让我们借着诗篇的第一篇，主啊，你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也让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让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让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单单的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样。主，这是你的应许，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主，让我们结属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主啊，还有丰盛的果子，还有健康的果子。这是你说的，我们就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从新年的一开始，让我们更多的赞美你。遇到不好的事，遇到挑战，我们就是赞美你，因为你的话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让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就是单单仰望神。哈利路亚，谢谢主。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让选举在昨天有一个结束，有一个落幕。我们也相信神啊，这是你的命定，你的选召，要兴起你所要使用的人，在各个在位的掌权的地方，主啊，能够为台湾做更多美好的事，让台湾继续走向更好的未来，让台湾更有盼望，也更有力量。我们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有更多的平安跟喜乐，还有更多的丰盛，让我们安居乐业。谢谢耶稣，谢谢主，把平安放在我们心里面。主，最近天气也不稳定，特别求你来医治许多在疾病、在感冒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帮助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再一次对焦在你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在密室的里面祷告，亲近你。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花更多时间亲近你，更多属天的启示，更多你的话语、你的心意，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好，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最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神。接下来邀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我们要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在诗篇的149篇第一节到第九节。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观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大家好，我是以真。大家好，我是永宁。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小家长训练课程在每周日晚堂7:30到9:00，牧师有一系列的教导，装备弟兄姐妹牧养的能力，邀请大家一同来学习，为着神一起来奔跑。春联义卖，本堂将于1月21、1月28还有2月4号连续3周的主日之后，在文创的1楼有春联手写义卖，1张100元，所得皆奉献给教会的建筑基金。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到大厅参观选购，为自己的家人朋友们预备春联，献上祝福，喜迎新春，也祝福上帝的家。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福祉停车证即将要到期，请各位持有112年度停车证的弟兄姐妹，在1131月14号开始，赶快拿着您的旧证更换113年度新证，更换期限到113年2月11号之前，没有更换就等于自动放弃福祉停车的权利，大家爱注意哦。教会大小事不容错过，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加入教会官方 LINE， 打开可以看到教会官网、脸书、微杂志、天粮还有奉献资讯，快速又方便。进入会堂之前，请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一起来关注我们吧。每月一堂的情绪管理课程来咯，特别邀请洪英莲老师主讲，让您更了解情绪的影响力。课程涵盖丰富多元，所有内容都在这里，非常的吸引人哦。时间是周6晚上7:00到8:30，地点在4楼403教室。爱车停南蒙电机的弟兄姐妹，请于12点前将您的爱车移出，谢谢大家。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大家下次见，拜拜。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神的喜乐、平安就在我们的心中。选举已经完了，那希望台湾会平安，希望台湾会兴盛，两岸会和平。我们希望未来的国家会更清廉，会更圣洁。愿神保护这个国家。我最近写了一个春联，你如果要的话，可以向弟兄姊妹，向教会的外面的弟兄，在写书法的弟兄姊妹跟他订购，他很贵，因为是我写的，不知道用好的没有哈，我是写这样的，上面是写兴起发光，然后荣耀。光照主恩家，就是荣耀光照你的家庭，你的家是一个恩典的家。另外一边是丰盛万物涌进来，就是你家在
兴起发光，在赞美主的时候，你的家会越来越丰盛。还有一个是写哈利路亚，写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光照主恩家，也可以把你的殿写下来，比如说荣耀光照，这个林献平这样，然后呢，恩上加恩，福满意，有两个了，一个是福满意，叫恩上加恩，福满意，不晓得有没有在上面，希望你要的话，你就可以到外面，像那个订购，大概我们有，也会写一张这么小的一张，这么小的一张，就是很写给大家，就说哈利路亚，把另外横脸呢、就放哦，这样也哈利路亚，大致一点，荣耀光照主恩家，恩上加恩，福满意，贴在你家哈。另外一种是横的啊，还有两个是直的哈、还有一个兴起发光荣耀光照主恩家，丰盛万物涌进来，或是丰富财宝涌进来。你们喜欢财宝还是喜欢万物？荣耀我就多买一些。哇，我写这个以后我就发现我很世俗。你们会喜欢吗？OK， 你喜欢的话就向外面的弟兄姊妹购买。你要我写的也可以哈、写这些字大概要10000块哈。你就不用。还有一种是在接近的时候我就会因为写的哈、比较写的比较事实，它会比较有恩典跟祝福，因为写的有恩高，你知道吗？所以你应该去买写的啊。如果你不想写，到最后你还是会逼我，你们会不会逼我送给你这样哈？我就会印一些哈，希望你能够贴在你家，也是能够贴在你的朋友的家。告诉各位，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种祝福带给出名给表，你知道吗？你会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出名给表，请你举手一下，我看看。尽量举手，为什么工作你要得到祝福？再举一次好了。你家有隔壁的人，请你举手一下。再问一下，你家有楼上楼下的人，请你举手一下。你会不会送给他？有没有很大的恩典？你要送给人的时候，要写丰富财宝怎样涌进来？我还是喜欢这个东西。万物哈、太多了，也挤不下。财宝比较怎样？很现实，可以花。OK， 希望你每天都会兴起发光，你每天都会跟神说声，我要赞美你，说什么？哈利路亚！你跟我说一声哈利路亚。诗篇149篇是一个哈利路亚的诗篇。刚才我们读的，你再看一下，你再看一下，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接受一个命令来赞美什么？赞美神，赞美耶和华。你最后看第九节，你看一下第九节，来，最后一样，他用什么？他的圣名都有荣耀，你们要怎样赞美耶和华？你每天都要说什么？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够跟神一大早起床的时候就写跟神说哈利路亚，然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也要跟神说什么哈利路亚。神不嫌弃你赞美他，神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怎样赞美他，不要被压制，也不要惧怕，也不要忧闷。当你惧怕忧闷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而且要大声的怎样哈利路亚。在天上你如果看启示录第四章，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的四周围有一个是绿宝石，一个是红宝石，还有一个我读给各位听哈，它启示录第四章的地方，在宝座的旁边红有碧玉，有红宝石，有绿宝石，有三样东西。在宝座的旁边有绿宝石，有红宝石，还有碧玉。那个碧玉代表着圣洁，红宝石代表着爱、牺牲，还有绿宝石代表着怜悯。在天上在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四周是被什么包围着？你知道吗？被圣洁、爱跟怜悯包围着，而且有彩虹，彩虹是他与人的约，
尊耶敬拜神的人要跟神有一个约，约定就是在我的心中有什么？有圣洁，在我的心中有爱，在我的心中有怜悯。我期待着你在赞美神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神真的每天跟你同在。我经常在赞美神，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人，所以早上一大早起床我就喊几声哈利路亚，起声哈利路亚，我就喊哈利路亚，没人知道，没人会体会我，你知道吗？我要睡觉的时候我都赞美神，我今天活得很精彩，你知道吗？我今天活得很有意义，我活得很有价值。过去有一个姊妹，她没有办法生育，一米三，她从中国嫁到台湾来，然后嫁给一个老师，一个教授。当她知道赞美神的能力的时候，因为他们住的空间很小，她就关在烫室的里面，里面有很多蜜蜂，在那个烫室蜜蜂里面画上，哈利路亚。然后隔了不久，她就告诉我们说她怀孕了。有没有奇妙？所以未生爱画啥？你未生画，还以为会生养怎样众多？你如果一直喊到都生不出来，告诉我一下，我教你怎么喊。你知道，每次在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神迹一定会彰显。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去打球，在打高尔夫球，在新化球场。我不能讲名字，你们都认识他。有一个牧师啊，很急。人家刚刚发前一队刚刚发球，发完球，跑不到150码，一个牧师很急着就要把球开了。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个人在前面啊，你如果打到人家怎么办？他就告诉我说，他不会打那么远，而且他打球不是向东就向西，不是向左向右，你知道不是向地上，绝对打不到他。哎，奇怪啦，他那一天急着要发球，就把球放在地上踢，把它插着，再开始发球，打的那个击中点非常的甜美，而且直直的飞去，前面那个 Kitty 就在前面，就把人家大腿打下去了，妈叫温蕊，你知道吗？那蹲下去的时候，前面大骂是谁呀？我们都是牧师哎，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人敢讲是牧师啦，有没有很惨？对不对哈？啊，打起来亏耶！开几回人走在后边，米人躲起来。我们这些没有开球站在那边被骂，我就走过去，跟那个小姐说：“小姐很痛哦，你才要求啊。”那些人就是骂我们这个什么要求可以怎么说，妖兽。然后呢，那他看到我，那个小姐看到我就说：“啊，先呢？”他都叫我先呢，整个球场的人都要叫我什么？叫我先呢？这样，我说：“你站起，你慢慢。”我扶你起来，你慢慢起来。他真的站起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讲哈利路亚。他跟我说，我跟你也不敢忠告，我跟你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不能喊这个东西。我跟他讲，你喊什么东西？他说他喊阿的那一种。我说你没有关系，今天你就背叛一下喊哈利路亚，你知道吗？他说真的要这样吗？我说你会发生很大的神迹奇事。我突然就起来，他喊的那个声音很响，哈利路亚。我说这样耶稣听不到啦，这样他大声一点，他说哈利路亚，我说再大声一点，他又喊一声很大的哈利路亚，然后后面那一些牧师都去躲起来，他不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结果他喊的第四声，那个小姐说有个电流从天上降下来充满他，他没有办法走路。我就跟他说一直发抖，他我说这是什么力量？我跟他讲说天上来的力量，耶稣的力量在你身上，耶稣非常爱你。他说我嘛不做的爱我呢，我讲耶稣听你看厉害了。我就跟他讲说你再喊三声，他又喊了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打下去，那个球是凹进去，然后。他喊七声哈利路亚以后，恢复像原来的状态，走路有力量，然后跟我说：“神呢？你也真厉害。”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的大哥厉害。”弟兄姊妹，你怎么不每天都喊哈利路亚？你遇到困境的时候要喊什么？哈利路亚！今天早上以信
曾义信来了嘛，曾义信来敬拜，让他来谢谢我们对他的帮忙。我就问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他知道他会输。早上他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他告诉我说每天要怎样喊着吗，哈利路亚。我说要不要再来一次，我说哦，他跟我说他希望在哈利路亚声音当中神带领他，让他勇敢再接受挑战这样。他说他来这个地方是全台南最难选的，你知道吗？最难选的地方他进来了，但是他好，他觉得他这样已经够了。同志们，在赞美声当中，你每天一大起床就要怎样赞美神，然后结束的时候，不是生命结束的时候，是要睡觉的时候还是什么，跟神说哈利路亚，今天真的很奇妙，你知道吗？但是一个哈利路亚的人的生命，但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只有外在的呐喊的问题，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不是我的灵魂体都是在哈利路亚的里面？我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埋怨，而且都很喜乐，都可以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会做了很多奇妙的大事。你要相信，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诗篇告诉我们，你再看一下圣经，你再看一下圣经149篇，你再看一下圣经，好，来看一下 ，OK， 你看了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怎样赞美他，向耶和华唱新歌。为什么唱新歌？因为你在赞美他的时候，很多心事会发生。诗篇149篇写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亚述帝国的那个国王叫做古列，叫以色列人可以回归到哪里？回归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是被掳到巴比伦，当亚述帝国把巴比伦打败之后，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到他的故乡以色列重建什么？重建圣殿。这是心事，这是心事。神兴起鼓励让他们能够回归。我期待着在过去你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是被掳的，被掳在世界里面做世界的奴隶，我每天成为股票的奴隶，我每天都成为金钱的奴隶，我每天成为工作的奴隶，有没有？你会想说啊，神啊，我要赞美你，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心事。我眼睛看到你，不是看到那种红色的、绿色的，还有白色的。股票是不是三种颜色？一种红色的，有没有？哎，一种什么？白色的，还有一种什么？绿色的，看到绿色都会发抖，你知道吗？哎，美国看到绿色是不是喜乐？红色是不是？红色是不是发抖？我颜色不一样。你们常常被这个东西捆绑，有没有？啊，你每天都会被工作捆绑，工作都没有进展，你知道吗？哈，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突破。在你里面很多的压制，在你很多的压制，而且特别我发现到很多基督徒被律法压制，有没有可怕？常用圣经去教导人，他不教导人，他很难活着，他心中就很不自由。有一次我到了。成大就开拓一个小家，我带了一个牧师去，那个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他是别的教会的牧师，他希望在成大能够跟我一起开拓教会。结果他去的那一天呢，人家老师讲一句话，成大老师讲一句话，他就跟人家讲，你不对，你这样讲不对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怎么样说的，立位记怎么说的，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人心中没有哈利路亚，没有自由？然后他离开之后，那些教授都跟我说：“林牧师，拜托一下，请他下个礼拜不要再来，好不好？”我再也不敢请他去了，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到很多人都是被很多自己的想法观念捆绑住，被金钱捆绑，被世界捆绑，被自己的牧师的地位捆绑，被立法捆绑，有没有？哦，你要相信神会在你生命当中做大事，每天都要感谢他，赞美他，因为只要你。真的去赞美他，心事就会在你生命里面被发现。有一次 YMCA 请我们这些牧师到澎湖去做一个活动，就是他们招待我们这些牧师。我到的那一天，到澎湖那一天，我就在一个榕树下买了一瓶咖啡，一喝我就发现到不对，整个肚子都是滚动的。那还有一样，我回到澎湖的那个刹那，一下了机场，就有一只刀子把我割了，
很奇怪，这个刀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割了一刀，还在，就在这边，你知道，血就喷出来。我刀子从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惧怕。我说什么？哈利路亚。然后我又到了古榕树下，买了 一瓶咖啡喝下去，马上整个肚子都怎样，痛到不行，痛到最后我就赶快回到旅社。回到旅社的时候，我还一直祷告，哈利路亚。然后呢，我就到深夜已经没有办法受得了了，我就跑到隔壁的那个一个医生的家，洗衣师的家，跟他按门铃。那个洗衣师下来的时候，就看见我，看见我一直看我，然后呢，他手伸出来抓着我的手，我说：“哎，洗衣师阿贤啊，一共我的脸是黑的，要抓着我说我是人还是鬼？”他抓住我的时候才知道我是人，你知道吗？哈，他说：“哎，牧师，你这个好像不是普通的病哦，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好不好？”那个洗衣师还会教我怎样赞美神，他是一个退休的长老，就教我赞美神。然后他跟我说：“我们来赞美神，喊哈利路亚好不好？”我喊，我们两个喊得很大声，结果呢就好了，没有看。他说神就这样做奇妙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喊哈利路亚？你被捆绑的时候，被瞎压制的时候，要不要喊什么哈利路亚？你不要单单的想说啊，耶稣啊，你救我。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要不要把它说出来？当你被股票捆绑的时候，你要喊什么？好了，隔天我去钓鱼。那个一个牧师叫黄德成，说他从小就很会钓鱼，然后我们去海钓。然后呢，黄德成牧师呢就钓竿把他抛下去了，说他很会钓，再怎么钓都钓不到鱼。还有一个人叫做东牧师，东聪林牧师，你知道吗？他要丢下那个鱼饵的时候，就说哈利路亚，鱼饵我来了，耶稣来了，你知道哈？结果呢，他一抛下去就马上尬起来哈，把它捡上来，就一只鱼。每次喊哈利路亚叫一只，喊哈利路亚叫一只。那黄牧师越钓越羞愧，说不是很厉害吗？到最后一只都没有钓到，喊哈利路亚那个钓了很多的鱼，你知道吗？我们在那里上岸的时候，我说东牧师这些鱼怎么办？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在上岸的时候，在码头的前面不远有一个家，就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中华。电话，你知道他这个人的家，我们就把鱼送到他的家。弟兄姊妹，那个盲人真的很厉害耶，太太也看不见，他也看不见啊。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就叫电话啊，伊讲牧师你哪里来？有没有厉害啊？他太太说：“哦，有鱼啊来哦，你抓鱼啊来哦，有没有厉害？哦，牧师你大概拢带鱼来，让我的家怎样？”丰盛有余，我他们又讲好话呢。我说我这里哦，鱼也抬呗。他太太摸一摸，哦，这谢谢话也要抬，你知道？哦，你有没有感受感谢神？在哈利路亚当中，很多人钓了一些鱼，在赞美声当中看到这些盲人都知道是你，也知道鱼来了。你有没有在哈利路亚声音当中看到丰富要来？有没有在哈利路亚声音当中看到神要为你生命做奇妙的大事，而且是新事？每一件新事在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每一件新事在建立你跟神更美好有新的关系。我再说一次，每件新事，你看到新事的时候，要不要赞美神？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关系要开始？知道神就跟你同在嘛？你要确信的，神就永远不会离开你，神永远怎样爱你，所以你每天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当你要赞美他的时候，你要跟神说怎样？哈利路亚！那个关系有没有很亲密？哦，前几天在开车，我常会经过健康路，但是我没有从中华西路那右转，我都从巷子走。那天我在开车，我在开车之前，我都会赞美神，说神跟我同在。结果呢，我在开车的时候，在巷子里面忽然之间有个欧巴桑，你知道吗？骑着摩托车哇给你怎么样，然后就从我的前面呢要这样子冲过去。然后呢，我刹车，我说哈利路亚。那个欧巴桑你知道吗？他差点撞到我，
然后好像那个莲娜好怎么不能被弄掉吧嘛哈，啊结果呢好像这样又跳过去，好像他是耶稣呢把他的摩托车扶起来，然后放远一点，然后再冲过去，这么奇怪的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和尚转头来看我一下，然后一直看我，我一直看着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只有知道神做了一件心事，连摩托车他都把他扶起来放远一点。弟兄姊妹，相信神做的，每天你都要相信神在你生命的当中要做很奇妙的事。特别想我希望你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你再看下来，你再看第二节，你再看一下，再看下来，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怎样欢喜，愿锡安的百姓因他的王怎样快乐。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生命是属乎他的，然后因着锡安的愿锡安的百姓因他们的王怎样快乐，因耶稣基督而快乐。你有没有发现到神创造我们，他爱我们，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最重要最重要关键的主，他一定会爱我们，一定会带领我们。你要把生命交给他，当人家赞美他的时候，你就是跟神说，神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拯救，你深深爱着我，你用慈神爱手每天都怎样牵着我，有没有 Amen？ 你要赞美他，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恩典，你是我的拯救。尤安平这个礼拜打电话给我，吓死我，他每次打电话给我都是用那种让我心惊胆跳胆跳的那种语言，牧师，你为我的儿子祷告说让他离开在政府政府的那个位置，因为他每天上班都上班到九点到十一点这样，每天他的孩子都上班，我就说这种班不要上了，然后你再回到家里，那你姐姐为你姐姐工作，你姐姐会给你薪水的，不然的话要升官，你知道吗？他那一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说，牧师，你祷告成就的，我的儿子呢那一天在上班的时候，他的主管来说把桌子清干净，然后离开这个桌子，啊，第二天他有会惊未？叫 fire， 那就叫我开除这样。你心中不充满惧怕，可是下一句话，他告诉我说，我的儿子那个桌子换了，变成科长，三十岁当科长。有人干了一辈子，四十岁、五十岁都还没当科长，他三十岁就当什么科长？你看他尤安平在服侍主，自己开小家，每天都赞美神，因为赞美神，他可以把农地买四万，然后卖九万，还是卖十万，我忘记了。在哈利路亚声音，他还赚了很多钱，我都还没有跟他抽税，他还在那边的，在哈利路亚生命的当中，他的儿子被 fire， 然后被升官了，算是被升官了。他的女婿本来在上班，那天有来祷告，在上班说他那个本来上班是大概是五六万美金，最近呢又变忽然之间呢，神又给他一个工作，不用去上班，只有在家里上班，一年多少？忘记了，十六万。弟兄姊妹，你怎么不赞美神？讨厌，真的吗？我不是举了这么多例让你知道你要怎样，你要说什么？所以明年我就今年的礼物送给各位一个扣在这里永远都拿不起来也不会烂的也不会坏掉的，写的什么？哈利路亚，你如果在这里不听我就把你挂在这里，你再不听的话，我就把你这里挂一个，这里挂一个，这里挂一个。那再不听，我就挂放一个十字架在这里，把你钉死。这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大声的说什么？相信神会为你做大事、做心事。他要你跟他的关系非常的美好。他要你过圣洁的生活，过爱的生活，过灵敏的生活。我希望你不要常常活在困守中，在试炼当中，在自哀自怜的里面，看着怎么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这么失败，我怎么样的经济这么贫困，我怎么有家里有这么多的困守，有这么多撒旦黑暗的能力在我家中。你不要怕，你转向神，跟神说什么？哈利路亚！你要从负面的人变成什么正面的人？我相信神为我们成就大事，神一定会为我们怎样
成就大事。再来，再一个圣经节，你再看下来，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你知道吗？你好啊，开始要赞美他，甚至跳舞赞美他。当以色列人，以色列也会埋怨，这个民族也会埋怨。你知道他们从埃及哦走到迦南地，走了40年，是因为埋怨。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抢的埃及人的金银，然后整队的快乐的出来，来到了红海的时候，面对红海，后面有埃及的大兵在追赶他们，他又埋怨摩西说：“我们在埃及好好的，要死也死在埃及，你把我们带在这里，要死在红海里面。”他们会埋怨。神就告诉耶稣说，告诉那个摩西说，你只要把权杖向着红海一指，红海就分开了，你知道吗？红海就分开了。埋怨的人永远看不到能力，看不到权柄，看不到神迹。所以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到以色列人他们很会埋怨，他们很会做坏事。他们会拜偶像，你知道吗？他们每天都在试探主。我期待着你每天不是在做这些事，你每天的心中只有一样，跟神说什么？哈利路亚！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他。你要跟他每天都从生命里面说出一个很大的赞美的声音，叫做什么？哈利路亚！我一直期待着哈利路亚充满你的家。哈利路亚充满你的上班的地方，哈利路亚充满了这个整个社会，充满这个整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充满一个赞美的声音，充满一个平安跟喜乐的一个社会。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神所爱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是神所高摩的城市。 Amen。 不止如此，我希望着你要再来看一下第四节，看一下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爱他的百姓，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什么？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他救你，他救你要当作谦卑。但下面这句话，神救你要你做一个谦卑人。跟我说一句，我谦卑。你谦卑吗？我问各位，你会骂人吗？你会攻击人吗？你会说人的是非吗？然后你会常常的感到埋怨，感到什么事都不对吗？有没有？这个叫骄傲。然后看自己怎样很高，看别人很低，别人做的事情都不对，只有你做的事情才是对的。这种的先举手一下，我看看。还有每天都很喜欢控制人，然后每天都看到人就说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对，你就怎么做。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活在神国的里面，我们不是谦卑的，我们是骄傲的。我们常常很多人是骄傲的。一个谦卑人是感觉到我只要服务在神的面前。一个谦卑人看到人的时候就想到说，哇，这个人想要这么尊重，想要这么漂亮，想要这么可爱，你知道吗？拜拜拜嘛，有一部他，你知道吗？你怎么去赞美一个那一种看起来让你很不舒服的人，你怎么赞美他？要学好这种能力。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在我们家要充满赞美的声音，有没有很难？弟兄们看着我一下，有没有天天赞美你的旁边跟你睡在一起那个人？有的，请举手一下。你不要看，你今天比上个室友，你今天比上个好困难哦，你今天看见哦。你他们经历了，虽然开一班，总是我感觉较有价值。你这一班敢爱我到出，你吼？伊来讲爱你的呐，你讲你爱讲主啊救我，你还讲哈利路亚？我发现在家里有没有赞美的声音？没有，你知道吗？我们从来没有谦卑下来，来到教会，你知道吗？虽然我没听教会，为什么没有听这位？别人都有。记得晚来嘛，牧师，现在几点钟？教会怎么没有停车位？你就是慢来嘛，对不对？你特别谦卑一点，好，你好像这个地方的主人，对不对？前几天还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牧师，我现在受洗了哦，文创哦，是不是
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教会是不是弟兄姊妹的？我说是。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在这里有股份啊？一进来就要跟我分财产。你们发现到，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想谦卑下来、哦、对，他应该是问我说，牧师，我如果奉献多少钱有股份？我会跟他讲说，大概2000万你才有股份。我各位一下，你是谦卑人吗？再问能不能看赢啊，你在家里是谦卑的丈夫吗？是个谦卑的太太吗？都没有应我，再问一次，你是谦卑人吗？阿隐啊，可能好像是。有没有很难？但是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当着谦卑人，我真的一无所事，我真的一无所能，我一无所有，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耶和华的救恩而来。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丰盛；没有他，我就没有能力；没有他，我就没有恩高。我完全是靠着神。而且当我遇到人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怎么样去赞美他？我怎么去鼓励他？我不是否定他。我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很需要怎样，很需要鼓励。现在以信来哦，他有点。他有点那种，因为显得不是他所理想的嘛。但是他今天一直告诉我说，他非常的感恩啊，很多人都陪着他，你知道吗？哈，我就在鼓励他，不要怕，神跟你同在，你未来会下一次会显得更好。他问我说，会不会比今年票多一点？我说当然会多。又问我一句话，会不会上？我说还要努力。要不要鼓励他？我觉得我们很缺乏鼓励，你知道吗？我们很缺乏去肯定一个人。我希望当做谦卑人的时候，你就是看别人比你怎样强。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是一个卑微的人，服侍人，然后成为奴仆的形象。然后只有当你谦卑人的时候，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的，他说就应当做谦卑人的装饰。装饰什么意思？你知道英文我读给各位听，你就知道 ，make you beautiful， 让你更美丽。姊妹们看着我，当你在家里很谦卑服侍先生的时候，当你先爱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变得很漂亮？当你每天都喊哈利路亚的时候，在赞美神的时候，神在带领你的时候，你放下你的重担，你把重担都卸给神，你会不会越来越美丽？你要不要美丽？你用 Miss Photo 是没有什么用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用安利是没有什么用的，还有你用美乐家是没有什么用的，你知道吗？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销，在做那种化妆品的传销的，我先看到很多人卖化妆品，然后一瓶50000的，什么？什么海洋娜娜，我也用过，做五年没减少。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你老了要用一个海洋娜娜。”我用了以后就发现到还是一样。我慢慢的发现到，我发现到只有一样让我年轻，就是说什么，哈利路亚，在哈利路亚里面变得怎样，很谦卑。有一年我发现到我的整个皮肤怎么都是那种斑都出来了。斑都出来了，你知道吗？斑都出来了，我吓一跳。那时候才60岁，我说我要这样斑继续发展出来，我到70岁变成老人。你知道我用什么方法让斑掉落下来？告诉各位一句话，就是什么？哈利路亚！你在花多少钱在去做 make up your face， 就是让你的脸很漂亮、很年轻，没有错。但是你要花钱的，一种不要花钱的是什么？大家大声说一次。我也想花钱去 make up 一下。钟牧师啊，钟牧师，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斑嘛，很多的斑，然后呢，他就跑去把斑除灭掉，先花了不少钱。他最近告诉我说，牧师，
那个有两个 course， 一个 course 用完了，另一个 course 送给你好不好？我说多少钱？他说大概很贵了，你不要问哈。我说啊会不会痛？他说很痛的。哎，那天他讲完了以后，我有去照一下镜子，你知道吗？我的斑还是很漂亮的斑，带着一种荣耀，带着一种老人的光环。然后我就决定不再做了，我再看看有哪一个人想接受周牧师的赠送去把斑打掉。但是我告诉各位，没有钱的最贵，你相信吗？我只有我每天都跟神说什么，赞美神。当你赞美神的时候，谦卑的人，神会让你越来越怎样，越漂亮。然后赞美神的人，这会赞美人的人，人际关系会怎样，越来越好。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你家要有祭坛，你家有祭坛，每天都喊哈利路亚。我最近在教各位怎么做祭坛啊，怎么样的除灭你的负面的能力，你怎样把你的家建造成一个荣耀的家。当你经验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你才会传福音，这个福音才是对的，你知道吗？所以期待着你能够来参加晚上我的训练会，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祝福与恩典。我再广告一次，你看啊，我在做一个让你怎样的家充满荣耀、充满丰盛、充满见证的家，你希望吗？有没有 Amen？ 还有一样，当你真的会赞美神的时候，我提醒各位，提醒各位，你晚上会睡得很好，而且会欢欣快乐。你看一下，再下来一个圣经，你看看啊，哎，圣人所得的荣耀高兴，因为你赞美神嘛，神荣耀光照你，你会不会喜乐？神每天带领你，神每天爱你，你会不会快乐？所以愿他们在床上怎样，会欢呼，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都很喜乐的睡觉，你知道吗？在床上睡觉都欢呼睡觉，都会喜乐的睡觉。我们有没有很多的重担？我们有没有很多的痛苦？有没有很多的忧虑？因为你没有在赞美声当把这些东西都卸给神。忧虑在我身上，然后重担在我身上，生气在我的里面，苦毒在我的里面，然后走投无路，黑暗笼罩着我，然后我的心地永远看不到光亮。你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说哈利路亚？然后你要跟神说，神带领我走一项新的道路，让我不要活在黑暗当中。因为我上个礼拜说，当你兴起发光，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兴起发光。你要主动去赞美神，你要主动的去说，耶和华，我赞美你。天上就会降下莫大的能力到地上，到你的身上给你，然后让你经历到他的荣耀就在你身上，他的能力，他的祝福就在你身上。然后你晚上会不会好好睡觉？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告诉我，牧师，我这些晚上都睡不着。我说为什么？烦恼囝啦，烦恼孙啦，烦恼，我那死亡灾啦。所以他不三加困，伊就烦恼，他烦恼着他睡觉的时候就死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睡觉死的是最大的安慰，你知道吗？你到底死了不死了，就是死了，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也是最大的幸福。他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期待这种日子期待太久了，你要在那种生病的当中，这里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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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死，那个时候痛到死，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死？哟，我就是死了怕人家不知道。我说你死了今天不知道，一个月有人会知道了。你怎么那么怕死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忧虑弄太多？有没有忧虑太多？你要跟神说，因为我在床上都怎样，都怎样，都翻呼，好好睡觉。昨天晚上我下来，从外面刚刚开车进来，看到两个孩子，好可爱哦。两个孩子从那个主路前那边走，他们用他们的衣服这样，然后遮着脸。然后呢，跟我同样上电梯，我就跟那两个小孩说：“你们可以把衣服拿下来，让牧师知道你是谁吗？”我用国语说，他们就把它放拿下来。我看到吓了一跳，一个叫 Sam， 一个叫 Xiaomi。
你不会很受伤？就一个孙子，然后看到你，把你坐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怎么坐起来啊？没有叫你那面压起来，不叫阿公。”那个乡民又回答我说 ：“What you say？” 你说什么？我就你说的我听不懂，有没有很大的伤害？我就说你可以叫阿公吗？哟，阿公，好像叫阿公我就很满意。但我就慢慢的去发现，是如果我回到家，上楼，我开始想说，我的儿子一定教坏我两个孙子。怎么连阿公看到阿公就把脸遮起来不叫阿公，而且台湾话都听不懂，你知道吗？哇，也会不会伤害？会伤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去想一想，他们一定在跟我玩，就是我躲着看你认不认识阿公，哎，认不认识我？有没有？你这样想的话，会不会很快乐？你要从正面想，还是要从负面想？要从正面想。我告诉各位，我们都很多东西没有发生之前，你就活在负面的里面。你一个赞美神的人，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事情，你会从正面去想。你要看到我的孙子，看到我喜欢跟我躲躲藏、捉迷藏，对不对？喜欢跟阿公玩，对不对？以前有一阵子，我常常跟他们捉迷藏，他们把这个习惯就放在我身上，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在跟我捉迷藏。你如果看他说，哦，这两个孩子已经被教坏了。不讲的那个，他的爸爸妈妈不想讲了多少坏话，你知道吗？哈，哎，对，会不会产生一些疑惑？弟兄姊妹，告诉各位，哈利路亚，晚上好好睡觉，在船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想到说这个世界多美好，神多爱我。最后一样，当你喊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希望神会起来为你征战，你不要有太多的仇人。你不要遇到很多人苦读你害你的时候，你都不要难过。你要跟神说：“神啊，你手中有两刃的刀，你会赏赐给我，你会在我的当中审判这一些伤害我的人。君王伤害我，你会审判他；魔鬼伤害我，你会审判他。因为我有权柄，我是赞美者，我有权柄，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当你在有祭坛的当中，你要喊什么？哈利路亚！当我的家一直被贫穷捆绑的时候，你不要怕；当我的家一直被生病捆绑的时候，我不要惧怕；当我的家被撒旦所充满的时候，我不要惧怕。我要建造祭坛，跟神说什么？哈利路亚！神必然为我行公义，神必然为我报仇，神必然光照我走前面的道路。跟神说，我每天要赞美你，我家里要祭坛。祭坛的火不能怎样，媳妹，你要跟神说什么？哈利路亚！相信在赞美声当中，一切的不可能都会怎样成为可能。有一次，我在带领一个西麻灰的人来信靠耶稣，那一天我陪他去钓鱼，我们两只钓竿，一个人缴了50块，然后在鱼池里面钓鱼。他钓了一个多小时，他就告诉我说：“那两件的欧哎。”他就告诉我说：“牧师，你是耶稣的门徒。耶稣他讲这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叫彼得撒网下去的时候抓到很多鱼，你应该钓很多鱼。你是牧师，我这种没有信耶稣的人钓不到鱼是应该的。有没有大的挑战？”他说：“我们这种没有信耶稣的人钓不到鱼是应该的。你是牧师，你应该要怎样钓到很多的鱼？有没有挑战？”我说：“哦，你这个挑战真的很大呢。”他说：“你吼，今天如果钓不到鱼，耶稣的见证就不会在你身上。你看到、哦、我接受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说：“哦，你过来一下，我们两个牵着手，我们送他。”我们两个人喊哈利路亚，一而浮上来，
我就牵着他手中，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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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着七声哈利路亚，命令里面的鱼浮上来。发生什么事？有一只这么大的五斤多的南洋鲫鱼浮上来，然后乖乖的，我们就用网把它捞上来。捞上来之后呢，我就送给 OI 说：“这个你看看，你相信神了吧？”他一直发抖，然后我把那只鱼给他，然后他那只鱼拿回家，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这只鱼我不敢杀。”我为什么不敢杀？他说他看到这鱼会害怕。我说怕什么？他说很奇怪，这是耶稣做的工作，哦，我看着会害怕。我说你就把它杀了。他说不敢杀，因为耶稣在里面。就是们要相信，在赞美声当中，神做了一个很大奇妙的工作，让不可能的都怎样？最后讲一个见证，再跟我先说一句哈利路亚。而且无论人就找着我，无论人牧师找着我，哎，牧师啊，我们到那个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去玩，就在旗山再进去，我忘记这个地方的名字。那里有一溪很大，很大的河流。他说那里面很多鱼，那我就开始钓鱼，在那边钓鱼，他们在烤肉。那一天忽然之间遇到了澎湖很多人，然后在钓鱼的时候看到鱼在那边游，我钓竿抛到鱼饵抛到那里，他们都不吃的。那钓了两个小时，我也累了，我不想钓。无赖人就过来说：“牧师有没有钓到鱼？”我说：“没有钓到鱼。”那要大家都等着你要吃鱼，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我可以钓到鱼。那我就跟瑞人说，只有一个方法咯，我们这里做疯子咯，吴瑞人就说怎么做疯子，我说把我们同工都带过来了，那同工都来了，说我们来赞美神，你知道吗？我们就在那边唱满翁诶翁满足诶足应要哈利路亚，一二又过来，一二又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乱唱。这只是自我喜乐嘛，因为年轻嘛，大家玩一玩。你说发生什么事吗？这大尾魔受怪，细卡受怪，鱼啊受过来，弄在边啊，我们就捞上来。有没有喜乐？没有人敢吃。有一个人忽然讲了一句非常负面的话，但我们不敢吃。讲了什么负面的话？说上面可能在毒鱼。告诉各位，哈利路亚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家，改变这个社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赞美你，让我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让我们每天都看到新事，让我们看到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跟你有新的关系。在哈利路亚声音当中，我们要平安喜乐。在哈利路亚声音的当中，我们发现到很多奇妙的事都不断在发生，不可能事一直在发生，所有世上美好的事物都会彰显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天天要说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来奉献赞美神好不好？你们要唱一首歌，好，来请过来，他们要唱一首歌。 OK， 弟兄姐妹，那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鼓声叹气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
赞美他，我们用诗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胸膛赞美他，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一起来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不舍弹琴赞美他，我们来起舞跳舞赞美他，我们用诗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用哈利路亚的心境来奉献，不要一种苦闷的心境来奉献，认为教会是个吃饺子的老虎。神是活的，你要相信你的奉献，神会接纳，神会喜悦。我们起来奉献。
那些奉献成为神国度的用途。也求你因着我们爱你，我们在赞美声当中把这些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也愿你创作更大丰富的财物在我们家中，让我们家丰盛有余。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同时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个林若珍姊妹，还有一个张雨嫣，庄永银，还有一个叫做伟秀，很久没有回来的，最近今天回来敬拜，欢迎他来，还有一个姊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我希望这些弟兄姊妹可以一直在敬拜，向各位请安一下，愿主的平安跟我们同在，请各位站起来，我们再唱最后一首诗歌。最大的力量来赞美神，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在赞美神。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Amen, Amen. 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这个时刻